现在机器是正常运行嘛，爪子什么都正常嘛，夹的正常。然后我们现在再开始游戏，我们把机器晃动了，机器就会马上报警。它自检完毕之后，然后正常的回归天车，回归天车之后也再可以玩了。然后我们再摇晃机器，它爪子上面是不会动的，它要自检完毕，它又正常。现在是不会动。